老师今天给我打电话说你今天在学校上课睡觉，你有没有认识到上课睡觉的不足？唯一不足就是不能躺着。哎呦我的妈！学校是让你去学习的，不是让你去睡觉的呀。那用你这个说法，家里还是休息的地方呢，你怎么还让我学习？有道理，你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。下面这个连线题怎么做？我迷糊的记着老师讲过。那你做给我看呀。但是我清楚的记着那时候我睡着了。不是，你怎么上课老睡觉呢？咱家是缺你睡觉的地方呗。是，那还不怪床太硬，晚上根本睡不好。你就是找借口。没骗你，搁得我背也疼。行，今天我就把我新买那个床垫给你换上，特别舒服。真的？那当然了，这个易棉床垫柔软，弹性又好，躺上去微微下陷有抱骨感，软而不塌，腰部也能有力的支撑，以后不会隔着你背疼了。你别唬我，这上面全是疙瘩，第二天都能在我身上下跳棋了。怎么可能啊，人家是有床罩的，再说这些格子能动态释放你身体压力，对你现在身体成长也有好处。妈妈你够意思，我还给你买了一个他们家适合你用的学生专用枕呢，也很舒服，材质温凉，舒适透气，躺上去脖子和斜方肌都放松不少。这晚上睡得舒服了，以后不能在课堂上睡觉了吧？不会了。哎，你姥姥最近睡眠也不好，我过两天母亲节打算给你姥姥也整一个。那姥姥这玩笑也算是没白开。你姥姥最不爱讲笑话了，啥时候开玩笑了呀？因为她生了你呀。他们都说你这个小棉袄太漏风了，让我尽快买件羽绒服，可是我这里只有300块钱。你的压岁钱能不能借我200呀？那是我磕头换来的钱，你也好意思要？不是，我发了工资我就还给你。那咱玩个游戏。什么游戏啊？你跟我学五句话，说错了一句给我100，全说对了我给你300，不用还我了。哦，就是我跟你学说话，我说错一句我就给你100。我要是全都给你学对了，你给我300，我就不用还给你了，是吗？那太划算了呀。那你可不能反悔，你不能说我坑小孩。嗯，行，来吧，开始。说呀。开始是一句话。开始了。你别笑。行，再来。1+1。1+1。等于二。你又错了。我没有错。你又错了，也是一句话。再来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也是一句话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妈可怜你20。天冷了，买不起羽绒服，买个帽子，别冻着脑子。妈妈，粉丝让我考你一道题，你随便考呀。一根木材长20米，平均5米分一段，需要锯几次？这个题你要是答错了的话，今晚我就是大姐。你这不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吗？这不是张口就来吗？4次呀。看来他们没猜错。啥没猜错呀？他们都说以你这智商肯定得答错。5米分一段，4×5=20，这不正好4次吗？哪不对呀？人家问的是需要锯几次，所以4段锯3次就好了。又答错了吧？耍大刀又闪着脸了吧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个不能算，这是粉丝帮的你。那我也给你出一道题。行。4+3在什么时候等于5？我先不回答你，现在我是大姐，你得听我的。行。姐想吃鱼了，今天晚上你得请我去吃鱼。你想吃鱼还不简单吗？你看妈妈刚买了冰冰懒人菜酸菜鱼，一包才20来块钱，价格不到餐厅的一半，里面全都是搭配好的活黑鱼，现切的鱼片，酸菜金汤包，先放入酸菜和汤包，
水开后放入活黑鱼片，鱼片打卷就可以了。对了，现在丁丁紧身节有优惠，赶紧点击底部链接去薅羊毛吧。现在吃好了吧？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四减三等于五？我不会。你不会？你不算算你就不会啊？我认输了还不行吗？行，那我想吃螃蟹了，你看着办吧。我没钱，要不你借我点钱，我带你下馆子。疯了吧？你这磨磨唧唧都多大会了，一道题都没写出来呢。我这叫好事多磨，我得好好想想。你可别磨了，你要是不会你就干脆点问我，别浪费时间。问你有用吗？你这话说的，你哪一次不会的题不都是我教你吗？那你告诉我哪一次你做对过。哎呦我的妈，上次那五道题不都是我教你的吗？你自己看看，老师都批改完了，错了四道。不是，这里还有一道那么对的吗？是因为那道题我没听你的。你别笑，那这也是属于是失误。那你给我来个不失误的，翻译一下这个。不会了吧，牛都被你吹上天了。那我不会让他给你翻译啊，有道词典比 X5 Plus， 哪里不会扫哪里，他除了能翻译还能纠正你的语法，专业大品牌。 This is my father, he's a policeman. 这是我爸爸，他是警察。有道深耕教育领域16年，全新升级迭代，4800多万超大词汇量，超大60G内存，运行更流畅，100多种语言翻译，万物皆可扫，不限材质，不限内容，离线扫描翻译讲解，英语语文都能学。床前明月光。妈妈你太够意思了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也得表示表示。那你打算怎么表示呀？明天我就去给老师说说，让你在教室外站着旁听，这样就不用花钱给你报班了。三月不减肥，全年徒伤悲。你说我都跳了一个星期操了，这腰间的肥肉咋就不咔咔掉呢？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腰间肥肉，非一日之馋。吃货想减肥，难。我不会努努力啊，我争取一个月瘦他20-30斤，这样的话我也来个倾国倾城。就你跑200米奖励自己一笼包子，跑400米奖励自己2个鸡腿，别说倾国倾城了，只能是游泳圈三层。游泳圈三层又怎样？我运动，我身体好，自护力杠杠的。无语。那你说有什么快速的方法能拯救一下我呢？对你而言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救不了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就你还减肥，那胃口好的我是真羡慕。你快写你作业吧，那话咋那么多呢？妈，你说我咋就没你这胃口呢？那还不怪你平时吃零食吃太多，你再不注意点，说不定到我这个年纪比我还胖，以后可别吃零食了。喝着你张阿姨推荐的这款儿童奶粉吧，她女儿一直喝这个，能补充营养不说，还不会发胖，妥妥的自护力小助手。关键是它味道好，你肯定爱喝，让你从此告别零食，跟零食说拜拜。是吗？那你详细说说。它甄选三大优质营养素，高量乳铁蛋白加叶黄素加膳食纤维，优质营养素组合，全程陪伴儿童成长。同时它还按行业最高标准添加高量乳铁蛋白，给孩子满满的自护力。不仅如此，它采用的是5倍新鲜生牛乳，留存更多好营养，是孩子的成长路上的好帮手。而且伊利大品牌，产品品质有保障。 QQ 星优越奶粉，零蔗糖，不含任何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，奶香浓郁，还不伤牙齿。妈妈，你想喝的牛奶好喝吗？我小时候条件差，哪喝过牛奶呀、啊？那我姥姥怎么说？你小时候家里养的牛，只要一趴下，你就眼睛冒绿光呀。